인터넷 大家，大家光顾笑了是吧？啊，非常开心，啊，你们的笑声也变得开朗多了啊，我很高兴。今天呢，今天呢，啊，今天早上我跟大家啊讲一讲，大家提问提问最多的就是是否要接受抗癌治疗，啊。 那么，抗癌治疗为什么呃出现呢？呃，抗癌治疗的这个历史啊是很长的，从可以追溯到一九五十年代、一九六十年代。那么这些抗癌药物开发出来以后呢，啊，人们开始实施抗癌治疗。那这个现代医学所谓的抗癌治疗啊。 或者现代医学说，即便不是现代医学，这、就、些、是、传统医学、一些民间疗法呀、啊，这样的传统疗法所说的这个抗癌治疗呢，最根本的治疗哲学是什么呢？他们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针对身体里的呃癌变部分呢、啊，投入一些呃抗癌物质，然后杀死这些呃发生癌变的。 细胞，这就是他治疗的最根本的呃思维方式，是吧？嗯、呃，还有呢，这个这种这种思呃思维方式是否对还是不对？我们从根源上去剖析它。嗯，那么这个世界、啊、真理只有一个，万物归元，是吧？所有的。 呃，真理呃，真理呢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一以贯之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虚臾不可离的，这个真理是虚臾不可离的，是吧？它是个理，是吧？这、就是我们我们不但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啊，人际关系当中啊，在我们的社交生活当中,啊,当中啊，在我们的事业当中，所以说。 我们身体里边，我们的疾病的康复，都是有道可循的，是吧？啊，都是有道可循的。但现代医学所所谓所说的这个啊、呃，医病的哲学、医病的原理啊，坏的东西呢，啊、呃，要杀死它，杀消灭它，坏的东西要消灭它，这样的哲学呢，是否在生命体里也是同样适用呢？ 我们要对这个问题进行反思，啊、嗯，要从这里出发。那么大家看啊，啊，圣经里有啊这样一句话，圣经是讲述上帝的真理的话，是吧？医学的原理啊。 和人际关系的原理，啊、呃，是不同的吗？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啊，看罗马书十二章十七节：不要以恶，不要以恶报恶啊，不要以恶报恶,啊,恶,报恶啊，以恶报恶呢，只能只能造出更大的恶啊。 啊，圣经就是这样告诉我们，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造成更大的罪恶。这就是宇宙的爱的原则法则。所以，圣经是怎么告诉告诫我们的呢？他说：“你们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所以说是呃，二十一节怎么说？你你不可为恶所胜。那么，什么时候被为爱所胜呢？ 就是以恶报恶的时候就被为恶所胜了，反而反要以善为恶，这就是新起点治疗癌症的啊、呃、生命原则啊。那么你们看，一九六十六零一九六零年起啊，啊一九六零年末期开始起的啊、呃、抗癌治疗呢？ 就是用以恶报恶的方式，那么恶被消灭的同时呢，在以恶报恶的这个过程当中，生命体啊也同样啊同归于尽啊。那么这个世界呢，就是以恶报恶的世界，是吧？谁啊谁让我吃亏，我也要让对方吃亏啊！这就是竞争战争的延续，是吧？所以以恶报恶的原则呢？ 啊、呃，持续呢？越是持续呢，这个世界就没永无宁日，啊，会产生更大的这个，最后同归于尽，是吧？这不但是这个世界的原则，也是我们身体生命体的机体的原则，啊，你们明白这个道理就是 new start。那么，啊、呃、啊，完全是不同的啊，完全是不同的。那么。 一九六零年末期，七七四、七十年代初期开始的、呃，抗癌治疗呢，啊，出源于这种以恶报恶的原则。那么，医生们呢，对这种治疗原则，怎么治疗癌症的这个治疗哲学和原则呢？当他们树立原则的时候，这个原则的里边呢，这种思想的背景、哲学的背景啊，就是以恶。 报恶的原则是吧？在这个原则上建立起来了治疗原理是吧？那么最先成功的就是什么？就是病菌是坏的，对我们身体有害的，所以要无情的消灭它们。嗯，所以出于这种思维啊、呃，发明的就是什么呢？那么消灭病菌的物质是什么呢？发现这个物质就可以了。 那么什么样的物质可以杀灭这些、消灭这些病菌呢？当然，那么你们要杀死病菌的话，啊，那么喝酒喝的酩酊大醉，那么你也死，病菌也死。那么酒精啊，可以杀灭病菌是吧？我也我也扛不住呃酒精是吧？啊，那么。 专门专专门能够对病菌呃自己致命伤，而对我却没有没有伤害的这种物质，要开发它，开发这样的物质。但是这种物质呢，靠人类的智慧啊，无法开发，开发是有限的。所以，潘尼西林就青霉素，青霉素这种抗生素发现以后呢，是不是人？不是人是人造出来的？是什么？是谁造出来的？ 是霉菌造出来的，是上帝生命的主造出来的。那是的，嗯嗯，那么病菌呢？菌呢？啊，菌和霉呢？一总是在这种抗争的状态下，是病菌厉害还是霉菌厉害？嗯、所以说，病毒和霉菌，霉菌。 霉菌之间能维持一种中庸、一种平衡，就是我们的身体的状态。我们身体里有很多种类的，呃，菌菌类是吧？大肠菌也是。我们口腔里当中啊，那么大家，啊，口腔里边做一个，呃，试验的话，有很多的病菌是吧？鼻孔里面呢，耳孔里面的，气管里面呢，肠胃里面呢，到处都是细菌是吧？这些细菌呢？ 那么、呃、吃下吃下抗生素全部杀灭呢，那么就成了霉菌世界了，是吧？那更不好了啊！所以啊，比如说小孩子扁桃腺扁桃体发炎或者患中耳炎，小儿科大夫呢给他们给给他们吃这个抗生素大剂量的抗生素，那么就产生什么啊？嘴就变，嘴就变变。 白白上长长没了，就恶恶口疮，长恶口疮是吧？这霉菌呢更厉害，所以啊，这个霉菌和病毒病菌之间呢，呃，在自然界当中相互钳制，形成一种中庸的均衡。啊，科学家们发现了，呃，英国的弗莱明呢，就发现了这种自然界的这种均衡机制。啊，原来这个霉菌呢，啊，产生一种杀灭细菌的。 物质，那么物细菌呢，同时也产生一种什么，呃，就是、说前置霉菌的物质，两个人是相生相克的关系，这都是我们的遗传基因已经啊、呃、变呃注入了这道程序是吧？所以弗莱明细,细细观察呢，就发现啊有一种潘尼西林的物质在霉菌里边，那么霉菌呢就叫 c i l 利，oom，oom 就是病菌细菌的意思。 在潘 l 尼西林菌的这种霉菌里面呢，生产出来的就是可以杀死某种种类的细菌，啊，和某种细菌是相生相克的，啊，从潘尼西林菌这种霉菌里提炼出来的物质，所以把它称之为潘潘尼潘尼西林，所以命名为潘尼西林，啊。 t e r r a m y s i n 啊，这种各种抗生素后边都是 s i n s i n 是杀灭的东西，杀灭的意义。t e r r a m y s i n 啊，什么连霉素、红霉素啊，这些东西都是来自什么？霉菌是吧？所以这些原理呢，都是上是按上帝的原理来发现的啊。那么上帝开始呃造这些霉菌呢？ 不是为了制造抗生素，而是为了维持、维系这个世界的均衡、生态的均衡平衡而制造的这些霉菌啊。那么，弗莱明发现了这个道理以后呢，然后就生产出了潘尼西林啊，制成了成药啊，所以注射以后呢，啊，病菌就被抑制住了，啊，病就好了啊。 啊、哦，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是吧？啊，对人类的贡献是极其卓著的，是吧？但是什么青梅树、红梅树、连梅树啊，吃下去病就好了。但现在怎么讲？啊，现在怎么讲？啊，那么人类发生的抗体越多。 那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病更加猖獗了，变本加厉，是吧？病菌们也怎么样？哎、呵你们我会就这么束束手就擒吗？是吧？所以就是发生产生耐性，所以说一般的抗生素啊啊根本抑制不了呃细菌，所以细菌变得强，所以抗生素呢就变得越毒性越大，所以我们的免疫体系啊、肝脏啊、肾脏啊。 也同样受到致命的打击啊！这些抗生素也是很致命的，对细菌致命，同时对我们人体也很致命。最可怕的疾病是什么疾病？就是在医医院医院里边寄生的细菌，是吧？医院里寄生的什么样的细菌呢？因为医院用的抗生素呢很多，所以医院里。 医院里存活的细菌呢，都是那些能够战胜抗生素的那些啊顽固分子们，所以，所以就传染到这些住院的患者身上。那么那些访问病人的患者，呃，染上这些细菌以后呢，用抗生素都没法啊、呃、见效。啊、哦，这些问题其实是非常棘手的严重的问题。 所以现在医学界呃展开了一种不用抗生素的，不用抗生素的运动。所以说，以恶是无法战胜恶的，道高一尺，魔之高，魔高一丈，是吧？啊，现在就是我们要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面对的就是这样的现实，是吧？所以最深刻的呃感染呢、啊，就是什么，在医院染上的感染，啊，那么最难治愈，那么没有。 不用抗生素有没有抑制细菌的办法呢？当然有，怎么弄？就是搞让我们的身体里边的能够杀灭抗体的防御体系，这个防御程序啊，啊，已经都注入好了是吧？已经都编好了。那么要把它激活，不利用它，用人为的办法。那么人们。 啊，过去要、啊、不了解我们身体里有这种防卫体系、防卫机制，是吧？那么我身体里边癌细胞啊、呃、产生的话，那么我的身体里边啊、呃、有没有这种杀死癌细胞的这种防御程序呢？我们过去不了解，我们有这种生理的机制，是吧？所以啊，所以就以恶，我们只能采取以恶啊报、呃、恶的方式，是吧？ 其实呢，啊、呃，有人在、呃、住院在医院，你们去去去探病是吧？那么病医院里的这种病菌呢，到处都是，并不是所有探病的人去了都得病是吧？只有只有哪些人得病呢？只有那些免疫力低下的人才会被感染。那么免疫力低下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 就是白血球里边注入的注入的这种防御程序啊，出现了问题，而无法实现防御功能的这样的人是吧？这样的细胞。那么这样的人为什么他的防御系统、他的白细胞的遗传基因啊不能被激活呢？就是缺乏什么？缺乏生命的气息。再不就是什么？就是生命的基础设施还没有打好啊。 啊，归根结底就是没有没有搞好 new start 的是吧？啊，所以现在呢，对于那些癌症患者，最致命的是什么呢？就接受呃化化呃抗癌治疗、呃、以后呢，有一种治疗叫骨髓移植或者脏器移植，是吧？嗯、啊，做完了以后。 把患者放入无菌室里，为什么？骨髓移植以后啊，人体里面啊，因为排发出现排斥现象，是吧？排斥现象说明什么？比如说我呃移植了新的肝，那么什么叫排斥？就是 T 淋巴，我的 T 淋巴呢啊？ 对这个新移植进来的肝呢，啊，把它视为是敌情，他说这不是我们的是吧？不是我方，然后就攻击他，这种攻击现象我们称之为排斥现象。那么如果这种排斥排斥现象啊置之不理的话，啊，那么啊移植也没有用的。那么移植完了以后呢，必须给患者投用投入什么？投入免疫抑制剂。 这就是抗癌剂，是吧？免疫抑制剂当中最强烈的免免免疫抑制剂就是，就是抗癌剂，啊，抗癌剂啊啊，它的本面目啊就是抑制抑制我们体内的 T 淋巴，就是免疫能力的药物，啊，这样它才啊啊，它才有消灭什么癌细胞的力量，是吧？所以它所有的细胞啊啊。 不分敌我啊，全部空袭啊，全部消消灭啊！现在啊，人们搞出了什么专门杀灭癌细胞的药物啊？啊，这样的药物啊，呃，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才能使用。那么那种药呢，也有它的啊不足之处，是吧？局限性啊，道理就是这样。这样的话，呃。 就是杀死，就是杀死体淋巴的这些，啊，所以说脏脏器移植的患者呢，所以就不得不把它放入呃、啊、无菌室里。如果这个人啊啊没有没有医生的没有医生的许可来到这个外边，那么空气空气当中的病菌呢就会进入肺部引起肺炎，那就一点吃疗都没有了。 因为无药可用是吧？也没有抗生素。脏治脏器移植以后，那么接受呃化呃药物疗疗治疗以后呢，是要死于什么？死于肺肺炎，空气当中的霉菌呢，引起霉菌性呃肺炎，啊，以恶报恶，那么最终是什么？就是啊？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是吧？最后连我的。 啊，免疫体系也被摧毁，啊，就是，啊，连连本都呃、啊、连本钱都找不回来，嗯，那么以恶报恶呢？啊，用癌用用抗癌药物杀死癌细胞的过程呢，在这个开发药物的过程当中呢，啊，已经是。 啊、呃，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当时对遗传基因还不甚了解，所以对我们身体的这个癌细胞啊啊，不了解我们身体内已经有这种呃有杀死这些癌细胞的这种自我免疫的体系。所以现在呢，现在还在呃开发这些药物，明知故犯，为什么呢？因为有巨大的利益所趋，是吧？我们已经懂得了遗传基因，我们知道身体里有癌细胞产生。 但是免疫体呢，啊，T 淋巴呢可以发现敌情，并且消灭这些癌细胞。啊，还有一种情形呢，就是癌细胞自身呢可以转成什么？转成正常细胞。只要给它供给充分的什么生命的气息和生命建构生命的基础设施。啊，我们现在懂了这个道理。 为什么还要以恶报恶的治疗呢？接受这种以恶报恶的治疗呢？为什么？为什么？大家要要深思，要反思，是吧？首先，搞现代医学的医生们呢，他们的脑子里呢，首先啊，尽管道理是对的，但是。 这只不过是理理论，现实呢？现实呢？是不可能的啊！他们医生们是这样想的，理论上道理是对的，但现实不可能实现。那么我们对这个理论，遗传基因的，通过学习基因呢、啊，已经对这个理论是明确了，不是我李香九的理论是吧？也就是现在医学界已经啊，已经。 啊、呃，研究出来的成果呢？我李现举现在在讲给大家。那么我身体里面的遗传基因呢，有能力杀灭我身体内的啊、呃，杀灭我身体内的呃癌变的细胞。这种研究结果是现代医学的成果啊，但是他们呢却啊、呃，却不采用什么啊、呃、这种。 啊、呃，呃，自我免疫系统的，自我免疫系统的啊、呃，这种方式。但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什么呢？如果加强人的免疫能力的话，那么癌症会不会被医治呢？呃，这种思路的人呢，现在也出现了。那么那些哈，药物疗法啊，那么最终啊、呃，癌细胞被消灭的同时呢？ 啊，正常细胞也被杀死，最后得势的还是癌细胞，因为癌细胞不断的产生耐性，是吧？所以啊，啊，这种方法啊，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了，黔驴技穷了。所以有些医生就开始反思，那么这条路走不下去的话，我们应该另辟另辟蹊径，有两条路可选择。一条路是什么？这种传统的药物疗法，是吧？哈哈。 我说错了啊！啊，用这种呃药物疗法、放射治疗法不能不能治疗癌症，从根本上治疗癌症。有些医生呢，已经很多医生已经承认这一点啊。对医生的家家家人呢，尽量让他们啊不要接受不要接受治疗啊。我们儿子也是大夫，女婿也是大夫。 两个医生都怎么说？母亲，你你就放弃治疗吧。啊，医生们心知肚明，其结果怎么样？明摆着。啊，但是呢，医生从医生的角度呢，有时候很尴尬，左右为难，是吧？明知结果呢是这样，但是每一瞬间呢，还得尽最大努力。 如果是家人的话，我是儿子的话，比如说母亲啊，你别接受抗癌治疗。这个母亲啊，那么母亲呢也不会也不会埋怨儿子、啊，因为儿子知道母亲，母亲知道儿子是对他是真心的。这个患者的母亲呢，可以知道信赖他的儿子，是吧？ 但是不是家人的话，啊，和患者之间不会有这种信赖，啊，啊啊！你不让我接受化疗，我现在会恶化了，那你负责，你负责，啊！因为社会就是这样的社会，是吧？所以从医生的角度来，不得不啊，让患者们大概结果啊会是怎么样啊？医生们都知道，但是还不得不劝他们接受。 啊、呃，药物疗法、抗癌治疗，如果不劝的话，可能他要背责任啊。那么接受治疗以后恶化，那不是医生的责任，而是、呃、患者选择的结果。那么因为这种结果、那种结果都是可能、当然的、情理之中的啊，真是感到遗憾。那么一句话，一了百了了，不是医生的责任，是吧？ 医生呢，自己该做的都做了，嗯。其实啊，像我这样给大家讲啊，已经是相当有勇气的事情，需要相当大的勇气。有的人，有的人，比如说啊、呃，我听了你的呃说法以后，我我癌症恶化了，然后上法院去告我。 那我我也是束手无策，是吧？那么我现在做的也是非常胆大的事情，有时候是很愚蠢的事情啊，弄不好的话就要惹一身惹一身官司的，是吧？所以我广告不能打啊，不敢打广告。有的人，有的人，比如说真的怀有恶意，然后，嗯、啊，啊这样的话。 啊，啊如，很多人为我做见证，啊，很多人为我见证说，说你看我我这样好了啊，啊，有很多人可也会为我见证，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强大的后盾的话，我不可能有勇气这样讲。你们到我们的网页里去看，啊、完全开放了，是吧？啊、没有一个遮遮长长了，是吧？ 那么你在那里鸡蛋里挑骨头，呃，去法院告我，想告也没法告我们，因为一切东西啊都是公开的，都是由科学的道理所佐证的，啊，所以你们看到这个，听了以后，然后你们选择，你们自己选择自己来啊，没有人强迫你们，所以你们当中有很多人呢，已经在网页上看了我们的这个讲座啊，然后来到这里。 来到这里以后，这种气氛，这种热烈的气氛，直接的体验，啊，这样的人很多啊。冲，首先，你们要体谅医生的处境，是吧？他们的立场，医生呢？啊，他们最近尽最大的努力，按照他们所学到的东西为患者服务。那么。 患者呢追究追究大夫的责任呢，啊，这是非常愚蠢的，不应该的。那么自己的身体应该自己负责啊，这种歪念头是不可取的，啊，那么因为花了巨大的治疗费啊，医院的费用，所以开始追究责任，那问题结症就在这儿。所以说，抗癌治疗啊，最，啊。 其实我们身体里边呢，已经有一种啊、呃、自我保护机制啊。首先，在这个前提下，大家想一想，重新再想一想这个问题。抗癌治疗越反复呢，那么免疫力越来越衰竭，身体越来越虚弱，所以说癌症复发率呢就越来越高啊、呃。癌症在治疗过程当中产生什么？产生耐性，那么抗抗药性，所以他们。 被杀灭的，呃，可能性就越来越低，所以呢，所以啊，有，哦，我我已经经历过很多癌症患者，很多医学呃医学家和医生呢，大概呃能知道个啊、呃、八九是吧？所以说啊，这条路已经是穷途末路了。医生们也黔驴技穷，通过抗癌治疗，即便是。 即便是百分之百得到治疗，其实不是事，事实上是治疗好了，但是其实不是真实上、真实的角度上、层面上的完完全治愈，因为什么？致癌的原因还没有清除，只是你身体里暂时的还没有什么，暂时的没有癌细胞了，所以你现在可以随便吃、随便生活，还没有给他指出啊、呃、真正的生命的道路。那么得到了得到了治疗，你马上。 最至少你要给他啊、呃、指明新起点的道路，是吧？那么，那么比过去变得更加健强健壮，这样才不会复发，是吧？那么比过去更加虚弱的话，那么癌症还会重序再起的。所以从现实角度来讲，看化化化疗、物疗啊、呃、药物疗法，这已经是穷途末路了。 那么我们身体里边有一道什么自我免疫系统可以杀死杀死癌细胞的啊防御程序。那么治疗方向要在这里怎么样啊？分成两支，你们讲讲有哪两哪两支？啊，一条路是什么啊？走 New Start 的道路，这条路是什么呢？啊、哦？ 我的我的我的啊、呃、T 淋巴就是构成我们的身体内防御体系的这些物质呢，可以可以产生杀死啊癌细胞的物质。但是因为我受精神的压力，我的生命基础设施被破坏掉了，没有缺乏生命的气息，没有真善美的事东西，呃，总是站在善恶的一面啊、呃，这样我的 T 淋巴不能被激活。所以我从现在起要接受生命的气息。 建构生命的基础设施，重新激活我的 T 淋巴，这样它就可以什么样啊？恢复它的功能和机制，来扼杀我身体里的癌细胞。我相信它啊，这个时候才会怎么样？这种意念才会激发啊，这种体系重新被激活。这是一条道路，还有一条道路是什么？啊，比如说搞新起点运动啊，这是哎，啊，靠靠这种。 方式怎么能活？怎么能活下去啊？天天吃草怎么能活？活着有什么意思？啊，觉得说啊，很多人觉得除了吃没得吃，那还有什么意思？那么像过去一样啊，酒也喝，烟也抽，啊，肉也吃，啊，那么、啊、吃喝嫖赌啊也来一来，啊。 这样人生才有味道，这种人生观叫要要命了，是吧？这样的人呢，比如说让你劝他们去五台山听一听新起点的、呃、道，生命的道，对那些啊，就就是对那些啊，和圣经当中说要爱你们的仇敌是同样的道理啊，那是他们他们根本都无法接受。 因为我在认识上帝以前，我的想法是和这些人的想法是一样的。哎，与其那么火呀、啊，我宁不如想吃什么吃什么，该走的时候就撒腿就走。那、哎、什么人生什么天天吃草啊，那有什么意思？嗯，什么上帝这个那个的啊，拉倒吧啊啊！谁？所以呢，我们我们这个呃，盛先生可能会是。 你别逗了啊！啊，我们这个宋先生可能过去就这样哈、啊，我李湘九过去也是这样的、啊。那有什么人生有什么意思？就是所以说，new start、啊、那么，人生的意义本身呢，要要发生天翻地覆的转变啊！如果你不能在不能发现新的人生意义的话， 你无法接受新起点的生活。其实开诚不公讲啊，过去我们所说的那种，呃、所说的这个有意义的人生就是什么？就夸耀，夸耀自己的财富是吧？你你开什么车？呃、我是奔驰，你是宝马啊，啊这种啊，这有什么大不了是不是啊？那么过了以后啊这，这什么都不是是吧？呃，都是呃虚无的呃想法。 毫无意义的想法。那么，啊，其实那个大奔要比啊夏利要好是吧？但是啊，我我开我开这个大奔呢，我我没开大奔以前，我觉得开大奔的人羡慕的不得了。一看到奔驰，我就这样看，啊，一看到奔驰，这样就这样看。 情不自禁的去看，啊、哦，颜色也漂亮，款式也漂亮，哇，好酷啊！从后边看，旁边看，到前边再看，往后看，<laughs> 看到奔驰，看到奔驰，我就呃高兴，所以我买了奔驰，买，终于买了一辆奔驰，如愿以偿。但是但是我开，谁都不看我呵呵，谁都不理会我。 那么买完了奔驰，反倒我是来气了，是吧？所以他不拿我当回事儿啊，<laughs> 所以我就啊，美国人从来都不理会你开什么奔驰，还是开开坦克，没人理会你。啊、我们就这哈哈，那么奔驰有什么 S 五百、五六百、三百二是吧？啊，S 系列三百还是五百啊？呵呵。 啊，我们对这些啊很有关系。这上面什么都没有，是吧？<laughs> 啊，谁都不看我，就心灰，就泄气了，是吧？那么到哪儿去炫耀啊？啊，到这个同学聚会上，呃、得去同学聚会那里，是吧？啊，过去开。 开破车的时候啊，不愿意去同同学聚会是吧？一开大奔呢，啊，什么时候不开同同同同学会吗？啊，不来邀请信是吧哈哈？同学会不来邀请信，买完了奔驰以后，我不我不知窝了多少火啊！啊，等啊等，啊说这期不开、啊啊，同学聚会这期没有了。 啊，泄气了啊！啊说延期到十二月份啊，原来原来计划是夏天开啊，六个月啊，窝口气，忍忍，终于盼到了同学会，开着大奔去了啊，十二月份天黑的早啊。 啊！<laughs> 天黑，我开是大奔了还是什么坦克？谁谁看不见了啊？漆黑一片，什么都看不见啊！就是这样，人活一世啊，这些身外之物啊，其实啊一点用都没有，反而窝了一肚子气，是吧？啊，所以我就呃坐在这个黑暗当中啊。 得有一个人，得看，终于有一个人呢、啊啊。把车停在我最后边。啊，也是正好是我同班同学。啊，这下我下来以后、啊，我的朋友啊，开了一个破的二手车。那看了我去，哇，你家伙开大奔呐！啊，羡羡慕的不得了。 这种羡慕不了的，这种这种羡慕的眼光、啊，让我啊、呃、好幸福，是吧？啊啊，我们我们去把他呃，这种感觉说我也有活头，是吧？什么人家不认可我，看见人家的痛苦就高兴啊啊，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人家的痛苦上，人家比我强就嫉妒啊啊啊，那边的人看着我心疼就，就就难受啊啊。啊 你不你不嫉妒我，反而我,我也不开心，是吧？所以前辈说：“那么大奔有什么了不起啊、哦？”我就突然就不高兴了，是吧？啊，所以啊，这些称之为什么？这都是啊，身外身外求福，是吧？身外求福不是福，是吧？说、就是、无祸才是福，人家说什么啊？ 我都有内在内心的一种喜悦与幸福，啊，不谦虚于外物，不为物累，啊，不为人家的目光所牵累，啊，这样的生活才是真正幸福的生活，啊，我们要摆脱这种被物欲操纵的生活，是吧？所以有一条道路是通往新起点的道路，生命气息旺盛的道路，充满真善美的道路，还有一条道路就是什么？那么新起点有什么用啊？ 啊，新起点呢、啊？那是不可能的。我们，我们靠我们人的力量啊，来恢复什么？恢复那些啊已经啊变弱的、变弱的免疫体系。靠什么？靠刺激，然后出来的啊出来的疗法就是什么？就 t o 托啊疗法。t o 托是什么呢？ 啊，有一种呃药草，药草叫 m i 密实托，是一种杂草。啊，这种 m i 密实托的这个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物质啊，用用用针剂注射以后呢，我们的 T 淋巴就变得旺盛。那 m i 密实托里边除了 list 密实托密实托以外呢，有很多这种物质，因为我是呃。 学主主学呃主攻免疫系的呃专家，啊，所以 P P H A 这种物质啊啊 Concanavalin A 这种物质，还有 Mistle 当中提取的物质，这些物质啊都是 T 淋巴的刺激剂，刺激 T 淋巴受到刺激以后，突然就变得什么非常啊啊就发作做做,做反应是吧？ 自然界当中有这样的物质，这种物质我们称之为免疫促进剂、催化剂也叫。那么人类啊，那么靠啊、呃、抗癌疗法已经是啊、呃、不行了，那么另另辟蹊径，他们眼前出现的就是什么？是新起点和就是非起点的这种靠刺激的免疫。 啊，促、呃、催化剂，那么两条路有分叉了。新起点是不可能的。那么靠注射是怎么可能呢？这种生活、啊、多没多枯燥啊！啊，我要通过啊花钱就可以是吧？花钱买，然后注射就可以，靠免疫促进剂来维持。你们的想法啊，这个这这个不是更简单吗？啊，我今天才啊，从今天开始我不搞新起点了，我要。 我要去注射，没没事就注射，有这样的人啊，有这样的想法啊、呃，完全是在，完全是可能了。但是大家要细心想一想，免疫体系促进它，用人为的方式促进它，其实归根结底是在促进什么？促进 T 淋巴的功能是吧？促进 T 淋巴的功能，归根结底是什么？让 T 阴部里边的。 啊，里边注入的程序啊，让它被激活，这才是免疫促进，是吧？那么，Mr.、Mm hmm. 注射剂促进、啊、促进的还是还是生命的气息和啊生命的基础设施建构以后，才能恢复它的呃原本的生命信息呢？你们你们自己做判断，你你们选择这种呃。 没是套道路的话，你们可以想吃什么吃什么，什么啊，吃大鱼大肉啊，啊，烟酒都来，嗯，然后需要的时候扎这个注射这个免疫催化剂是吧？那么它的费用是极其昂贵的，是吧？那么在这里也也就收你们的饭钱和住宿费，是吧？ 啊，这个饭店也是够星级的，是吧？够星级的，五星级的饭店，一天的住宿费要十五万元以上。如果光交宿舍费的话，宿舍费的话，呃、宿费的话，你们的呃，这个还管你们三顿饭是吧？啊，你们打一打算盘。 啊，是不是赔本的买卖？这不是做生意、做买卖是吧？所以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呢，也得维持生活是吧？啊，八十万、一百万、二十万、一百二十万，一个月工资，呃、啊，仅够维持生活。 嗯、啊，啊啊，勉强呃有点盈余的话，我们就呃满心感谢。所以啊，二、啊、搞了二十四年，我们新起的中心还没有盖起来，这样搞的话怎么能盖起来？是不是？啊，我们要盖的这个中心呢、啊，和我们。 啊，和我们毫无关系的人呢，他们说应该有一个新起点中心，所以他们他们现在正在搞。他们盖完了以后啊，我们说满满心感谢的住进去就可以了，是吧？啊、所以、啊、所以建了一个新起点生命中心的村子，开发以后，啊，以把这个啊。 盖完了房子卖以后，呃，然后剩下的钱呢，盖一个中心，啊、呃，有一个人呢正在搞这个事业，啊，如果需要两个亿的话，如果他拿这个钱跑了的话，那我们哦没什么变化，对我们无德没有，也没有也无,也无失，是吧？啊，但那个人不是这样的人，是吧？所以他。 拼命的东奔西走，在促进这个事业。我们我们只是希望这件事儿能够成全，嗯。所以，呃，事到这个地步啊，啊、哦，就会嗯、呃，就会更更好的环境下来讲，为大家讲这个生命的道，是吧？那么我们就啊、呃，在那个基础上有更伟大的计划。 啊！建立新起点学校，特别是那些孩子们，啊，那些呃，因为疾病连学校都去不了的孩子，啊，让他们啊靠这个新起点生活呢，啊，让他们学习，这样他们的病会身心会得到呃健康的是吧？啊，我想这是我将来的理想，是吧？ 啊，我希望大家也能参与。啊，我是对事业是门外汉，什么让人捐款呢、啊？这些事情我搞不来。如果我会那个的话，我就讲不了这个道。如果想搞那个的话，啊，这个心算得快哈，啊,啊，时间都花在那个上。我成天坐在书斋里看书、看论文、看圣经，研究啊。 是原来道理是这样，嗯，我是给大家讲道的人是吧？那么搞事业我是门外汉，啊，一谈事业头也疼，这是你们应该做的事情，啊，那么没事拖像这样的免疫促进剂，使用这些促进剂，果然能够促进我们的免疫体系吗？大家要细想。 新起点呢？通过什么方式促进我们的免疫呢？就是建构能够啊、呃，能够促进我们的免疫的，只有创造我们的生命，并赋予我们免疫体系的呃创造主，靠真善美，靠生命的气息才能啊、呃、免疫。我们的免疫体系是十分重要的啊，它取决于什么啊？取决于。 创造主的旨意，所以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要就是要恢复信赖。生命的基础设施当中最重要的是信赖，是吧？我信赖创造生命的创造主，啊，这个时候我们的遗传基因才会随着上创造主的旨意被激活，然后恢复到正常的运作体系当中来。啊，这是新起点所讲的道理。那么，这是人为的。 人为的啊、呃，免疫激素呢，就是什么？不相信创造生命的创造主，只相信这种物质的存在。那么想吃什么吃什么，什么生命基础设施有什么重要？只要注射这种啊、呃、免疫激素的话，嗯，人体就可以变得旺旺盛。你们选择哪一条路？那么真的真的旺盛吗？真的能够被能被激活？ 激活是被激活，但是呢，那么通过新起点恢复的这个新起点、新起点，呃，是免疫系统呢？那么这个免疫系统、呃，这个作战的所有的防御作战呢，是非常智能的，是吧？那么光靠这个免疫激素呢，它变得什么？变得发作，是吧？ 啊，免疫体系啊，从从现在这个角度也啊，既没有生命的基础设施，既没有生命的气息，哦、啊，我们的免疫体系、啊、很就很懒散，很懒散，不愿意进入战斗状态，是吧？那么扎了这个免疫激素呢，这些懒散的啊，懒散的这个 T T 淋巴呢，T、就遭了鞭击一样啊，就这样，嗯、啊。 受刺激了，然后发作的去去去增值是吧？增生，这不是靠智能，而是靠什么？靠物质的化学的刺激而已啊！但是 T 淋巴需要智能是吧？那么用高智能创造、维持啊运作的这个体系啊，你们靠这种刺激，你们觉得行得通吗？啊，行不通的。我是啊不会选择这个道路的。 我要把所有的交托给谁？交托给创造生命的创造主。我们要变得正直，是吧？要面对现实，对那些坏的事物我们要远离，对一些不好的食物我们要改良，啊，不好的生活习惯我们要改正。运动、饮水，所有的生命的维持都需要这些生命基础设施的建构，然后生命气息不断源源不断的供给进来，那么生命生命体的所有的问题，呃，才会被匡正。 所以说有三条选择，一个是抗癌治疗，化疗、物疗，还有什么？还有是呃免疫激素，还有是新起点，三条道路你们选。那么我们我们再回到呃抗癌治疗，为什么抗癌治疗没有希望呢？是穷途末路呢？啊、呃，有的人呃身患癌症，但是大部分的人呢是什么样的情形呢？是李博士四年前。 我被诊断身患癌症，手术以后呢，接受了接受了第一次化疗。那么第一次抗癌治疗以后结果不错，抗癌治疗的结果呢，一次、二次、三次、四次，分为四次的话，哪一次哪一次效果最好？当然是第一次，是吧？第一次的时候啊，癌细胞啊。 还是还是乡巴佬，还没尝过这个呃化学疗法、这个抗癌疗法的呃狠头是吧？所以说啊、呃，有一些顽固分子呢啊、呃，癌癌细胞当中有一些顽固分子呢，通过这些癌细胞的攻击呢啊、呃，生存下来啊。那么生存下来的都是什么？生命力非常旺盛的家伙是吧？ 顽固分子，同一个父母下出生的这个孩子们呢，性格秉性都不同。同样的癌细胞呢，他们的秉性也都不一样，他们的秉性又都不一样。有的癌细胞呢比较乖顺，有的癌细胞呢非常狠毒，非常狠毒。所以，经过第一次呃抗癌治疗以后呢，那些乖顺的乡巴佬癌细胞呢都死掉了。 那些狠心的，啊，顽固不化的，却生存下来，嗯。那么第一次化疗以后呢，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癌细胞都被杀死了。那么，如果你真的非常幸运的接受化疗以后，所有的癌细胞都，啊，没有这个呃顽固不化的分、呃、家伙，所有的家伙都死掉了。 啊，这是运气相当好的时候，这是最佳的结果，你们所能期待的最佳的结果。但是你们现在啊、呃，已经不属于这种结果了，是吧？那么，即便是得到了完全被医治的判断呢？那么战争还没有结束啊，是第一场战斗胜利了。 身体的状态呢，要比以前更加虚弱啊，元气大伤，所以癌症的复发率会更高。那么，经过第一次治疗以后，完全被治愈了，恭喜恭喜啊啊，恭喜，感谢感谢。一年一年半以后，两年以后呢，癌细胞又复发了，这样的例子不计其数，是吧？好了。 所以，所谓的完完治完愈呀、啊，或者是还没有完完完治，结果呢，还是一样的啊，还是一样的。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那么现在大家再想一想，那么即便呃，医生说你被完全治愈了，但是还要复发，这点你们要牢记在心。如果还没有完治，比如说五公分的癌肿瘤呢，缩小成了两公分。 哦，五五公分变成两公分，这已经是相当好的理想的结果了，啊！再再再攻击的话，也许能完完治，但是但是呢，不能治疗了，因为什么？因为抗癌治疗了，白细胞的数数值啊太低了。那么身中的其他的细菌呢？啊。 无法抵御他们，所以医生们当白血球的数值到达一定的限度以后呢，就要停止啊、呃、药物治疗。那么在等着白细胞白细胞重新恢复正常的数值。那么这一这一个喘息的机会呢，却给那些顽固不化的那些狠毒的癌细胞呢啊留了喘息的机会。他们他们通过一阵狂轰滥炸呢，现在都隐藏起来啊，隐藏起来。 那么，当他们发现啊，我的主人现在给了我们喘息的机会，是吧？这些 T 淋巴反的变得什么？啊，都都变得病殃殃了，是吧？啊，就变得谁的世界了？就变得这些呃顽固不化的癌细胞的世界了。所以他们就大肆反扑。两个，当你的白血胞的细呃白白血胞的数值恢复正常的时候，癌细胞已经长到了三点五公分了，是吧？ 这三点五公分的，三点五公分的这个癌细胞啊，要比那个五公分的癌细胞更难治，因为什么？剩的就是这精锐部队了，顽固不化的敢死队了，是吧？啊，就是产生耐性的这种啊敢死队癌细胞了。医生懂不懂这个道理呢？他们懂，他们懂这个道理啊。如果你们是医生的话，你们会做什么样的？判断，做第二，为第二次治疗。 就不能采取采取跟第二、第一次办法相同的办法，这是起码的常识，是吧？所以第二次、呃、治疗用的药物呢，就不是第一次的药物了。那么它的药的剂量啊，啊，会加倍，或者是啊新的这些呃更加毒性大的、毒性大的，就是复合复合抗抗癌药物啊。 用复合抗癌药物，然后大剂量的、毒性更大的抗癌药物，然后来攻击这些癌细胞。那么 T 淋巴受到更致命的创伤。经过第二次狂轰滥炸，三点五公，原来是五公分，缩到两公分，再长到三点三点五公分。这些顽固不化的呃癌细胞呢，啊，那么死掉的都是什么？ 还是那些相对弱的这些癌细胞，最后残留下来的，真是恶霸啊啊！很多的家伙们，是第二次，第二次如果说真的被治愈了，也是结果还是一样。那么剩下的都是那些最最最,最顽固不化的家伙。三点五公分的癌细胞缩减成什么？缩减到了二点五公分。那么这个是这个我。 五公分的肿瘤呢，成为两公分，两点五变成三点五公分，三点五再变成两点五公分，缩减到两点五公分，啊，结果不错，啊，医院怎么说？癌系癌的肿瘤缩小了，就说是治的好了。那么患者听到成功治疗成功的时候就，就啊就觉得是啊，我的癌症可能要治好了，这就是患者的一般的想法，但是。 一次治疗以后，成为三点五公分的这些剩下的癌细胞啊啊，剩下的什么？是是，敢死队当中的敢死队了，是吧？嗯，就剩了特种部队了。这癌细胞就剩下特种部队了啊！所以三点二点五公分的这个，因为第二次化疗这个药物太毒，所以白细胞的数值啊急剧下降。 所以说就停止治疗，啊，这些染水,水队当中染死队呀，啊，就说啊，T 淋巴完全什么，完全已经是呃奄奄一息了，而这些染水队当中敢死感染水队呢啊，啊，这一下啊开始怎么样，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了是吧？然后三点五公分的癌是变成什么五公分？那么遭这么多的罪啊，花这么多的钱，而癌细胞呢还是？ 还是跟原前五公分一模一样，但是其结果呢？这个五公分可不跟以前的五公分相提并论了，是吧？那么自身的免疫体系被摧垮了，而且啊、呃，癌细胞却变得更加毒了，是吧？这不是又折又赔夫人又折兵吗？是吧？啊，这是十本，这是非常啊、呃、吃亏的事情啊！大家要懂得这个道理。 懂了这个原理，知道这是穷途末路。上帝已经知道这条路行不通，所以给我们预备了什么？给我们预备了他的道路，啊！所以他把他的生命程序已经注入在我们身体里边了，是吧？最近呢，科学家们发现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大家看啊，哦，五公分的这个癌细胞呢，啊，那么。 又遭罪又花钱，身体被搞得一塌糊涂，那么癌细胞呢反而变本加厉，啊，这个时候呢医生就会怎么说？就会这样奉劝，在这种状态下，化疗已经啊、呃，药物疗，你想再接受治疗就接受，啊，非常非常。 呃，谦虚的大夫会这样讲。你想接受呢，你就接受；你不想接受的话，那么医生医生这样跟你讲的话，那么已经是没戏了，是吧？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已经是黔驴技穷了。那么，让患者选择是时候，大家懂。如果我是医生的话，我会怎么讲？三次治疗以后的结果呢？你看结果吧。 结果肯定也一样，但是现在的这个癌呀、啊，可不是以前的癌了，变得更加更加有毒性了。我呢，没法再给你治了。我会这么讲，我我肯定会这样讲。啊、嗯、哈，那么这样讲的话，也要要承认的。如果你要给我进行第三次治疗的话，说不定会好的啊，那又要栽赃了，是吧？ 所以，从医生的角度呢，不得不让患者来选择，是吧？所以有时候医生让患者选择是非常残酷的，是吧？啊，是一种回避责任的一种很巧妙的方式啊，没有办法，或许啊啊，那没准儿的事儿，是吧？那么试一试第四次治疗吧，第四次啊，那这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这个抗癌药物，是吧？所以说。 治疗的过程当中，癌变得更加猖狂，五线五公分的癌癌细胞啊，肿瘤啊，那么就扩散了，是吧？医生们这个时候才会说投降了，是说再无法治疗了。对患者说什么？回家说想吃什么吃什么吧、呃。这个时候想吃也没法吃了，是吧？啊，是坑人，真是坑人。 这就是现在所谓的所谓的治疗啊，就是以恶报恶的现代医学的啊、呃、现实问题，是吧？所以大家呀、啊，大家不要再迷恋这种治疗，这就是你们的选择，是吧？我李向九绝对不会强迫你们，绝对不会强迫你们拒绝啊、呃、抗癌治疗，是吧？所以你们自己要选择。所以说，李博士啊。 我已经预约好了，我去不去？大家不要再问这些问题了，好不好？我已经把该讲的都给你们讲完了。嗯，判断你们自己做吧。做新起点生命运动会怎么样？做抗癌治疗会怎么样？结果已经摆在你们眼前了。如果如果你们即使运气再好啊，真的得到完治了，但是还要归到什么？最后还要归到新起点生命运动上来，是吧？ 所以说李博士啊，五月二十八号结束以后，我要啊啊、呃呃、已经预约好了。那我怎么回答你啊？你还不不明这个理儿？你不能选择的话，我的选择，我的母亲，我的家人的话，我会说什么？不要去了，去也白去，遭罪花钱。 啊，那你又不是我的家人，我怎么能说你不能去？但我的我的意识已经是明摆着了，是吧？所以你们问也是等于是白问，所以干脆就什么别问了，干脆别问了啊！啊，问不问答案已经明摆着的，你们自己适量自己判断，自己选择。在我看来啊，这条路已经是穷途末路。那么你们看，最近呢，科学家们呢？ T 淋巴和癌细胞之间的关系啊，啊，科学家们通过啊、呃、新的研究已经研究了出来。这个黄色的是 T 淋巴，08, 这是癌细胞，癌细胞。T T 淋巴和癌细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T 淋巴上面表面呢、啊、有这个呃紫色的结构。 呃，我们称之为 receptor，一种呃接收器，是吧？这个接收器是接收什么了呢？那、啊、么科学家们经过研究发现呢，是说癌细胞和 T 淋巴之间在我们身体里边呢相遇的时候呢，遭遇的时候呢，他们要握手。这是癌呃癌细胞的触角，是 T 淋巴的接收器。那么癌细胞遇到 T 淋巴呢，必须得跟他打招呼，得把他的身份呢，啊、呃，得向 T 淋巴呢做报告，这是他的身份证，嗯，是身份证，就说得跟 T 淋巴说我是我是癌细胞，您是 T 淋巴是吧？遇到您很高兴。 这两个细胞呢是完全的天敌，但是握手的时候怎么说？我是癌细胞，告诉 T 淋巴啊，让他怎么样？让他认知自己啊，认知 （recognition） 就是认知是吧？就说、是、癌细胞主动的去跟 T 淋巴打招呼，并且把自己的身份呢告知 T 淋巴。 向他传递一个信息，就是我是癌细胞，我是 T 淋巴，你是癌细胞啊。打个比方，啊，癌细胞也得站起来。你好啊，你好，我是啊，我 <laughs> 我是 T 淋巴。那那换个角度，我我做癌细胞。 啊、uh,，OK，哈哦，你好，你好，我是，我是 T 淋巴，啊，我是癌细胞，我是癌细胞，我是 T 淋巴，啊，那，那么 T 淋巴对癌细胞怎么讲？所以你过，你你过得怎么样？啊，你问我，你问，最近过得怎么样？ 啊，我我过得很自有自有味儿，啊，这个人呢，吃吃五花肉，成天受精神压力，他的生活基础设施已经已经是一塌糊涂，呃，我现在很好过，啊，我现在可是不好过，所以呢，啊，那我你你你看着办吧，是吧？啊，这癌细胞说，是吧？其实我。 啊，我的主人呢、啊，非常喜欢我，因为他喜欢，啊，喜欢我的，我我的，我啊，提供我所喜欢的一切，是吧？啊啊，听他们说，我现在要死要活的，是吧？嗯、啊，那么下回再见吧。啊，那么我们回头再见吧。哈哈哈哈哈哈！<laughs> 就这样，所以说。 癌细胞变得很大胆、很猖獗，是吧？因为什么？因为 T 淋巴变得非常弱。那 T 淋巴的表面呢，有一个 CD 二十八的结构，啊，有个结构。嗯，那个这个结构，过去科学家们没有搞懂它的功能到底为什么而在。那么创造者呢，已经把 CD 二十八呢，啊，放放置在这个啊 T 淋巴的表面，经过。 进一步的研究，人们发现呢、啊，科学家们发现呢、啊，在某种情形呢，癌细胞啊，这生产出 B 七这种物物质，B 七这种物质呢，然后生产出来以后，和西和西 D 二十八相交接，交接以后呢，啊，那么过呃第一第一个握手呢，认知了它是癌细胞，第二个信号是什么信号呢？是 Activation 是一个单词，Activation 是什么？就是激活，激活的信息，就是让那些沉睡的、沉睡的 T 淋巴啊唤醒的。那么，唤醒 T 淋巴是谁唤醒啊？是是癌细胞生产的 B 七物质物质来唤醒 T 淋巴。那么，真的被激激活的话，谁使啊？ 癌细胞会死的是吧？但它为什么会激激激活它的敌人呢？天敌呢？那么激活呢？T 淋巴说啊，是这样，啊，是是你想让我杀死你是吧？是，那这样 T 淋巴就会怎么样？攻进，攻进癌细胞里，生产出啊、呃、各种啊、呃、扼杀癌细胞的物质，那么癌细胞就被破坏了，解。 结构就被打破了，是吧？就会出现坏死现象啊啊！你说神奇不神奇啊？说癌细胞主动的邀请 T 淋巴来攻击自己，是吧？这这就这意味着什么？我们身体里边呢是非常绅士的，是吧？非常友好的啊！见到 T 淋巴就是你想你你你进来干什么？然后。 啊，猛打一顿不是这样的，不是暴力的，而是 T 淋巴和 T 淋巴和癌细胞也是和平共处的，很有,有的。那么，如果你的身体的条件支持不上来，不能支持的话，就说、是、癌细胞主动去邀请 T 淋巴杀死自己。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为什么啊不来自请呢？那么。 癌细胞啊，那么癌细胞呢啊，活得有滋有味儿，但是这个 T 淋巴呢啊，却很脆弱啊。这时候癌细胞说啊啊，你杀死我吧，你能杀死我，我就我就非常高兴。为什么这样讲啊？为什么这样传递信息啊？那么啊。 坐着汽车来到哪儿了？来到了五台山，是吧？啊，来到了五台山。啊，那么几十年不唱的歌也唱上了，啊，心情变得开朗了。啊，那么癌细胞想吃的，呃，喜欢的食物也不来了。啊，水、空气，啊啊，喜悦的心情。那么。 听完了讲课以后，拍巴掌，真善美的东西，呃、受的感到，所以说癌细胞就没有活头了，是吧？哎，没意思，活着没意思了，癌细胞感到危机了啊，感到危机了，是吧？经济危机了，所以癌细胞就说：“哎呀，拉倒吧，也没活头了。”在我在他身体里，呃，残留的时间越长，那越是从长期的角度来看啊，没什么希望。 所以说，癌细胞自己投降了，是吧？癌细胞对什么做反应？也是对旨意做反应了，对你们的新起点的意念做反应了，是吧？癌细胞呢，从现在这个状态来讲，对我来说是绝望的状态啊，嗯。所以说，癌细胞当他接受了这个，接受了这个意念的时候，那么他才啊。呃 才会投降接受死、呃，所以说合法的要求提里曼杀死他。所以提里曼说：“好了，我看你啊，你在这个人的身体里头也没有、呃、存活的机会了啊。那好，我就成全你吧，啊，我就成全你吧，就给给癌细胞一个安乐死，是吧？这是这就是机制，所以啊，所以生和熟啊。” 善和美，善和丑，善与恶，美与丑，啊，在上帝那里都化解为一了，是吧？都化解为一了。但是大家呃，有的人呢，啊、呃，会这样想，哎呀。 啊，没有辣椒酱啊啊，这饭吃不下。哎，这新起点不好弄，不好弄，不好弄。哎，这倒霉，还是谁让我得这病？那么为了生存，还、嗯、还得还得呃吃素。但是，呃，从癌细胞的角度来讲呢，会怎么想？绝望状态呢？还不是是吧？还不是绝望状态。 癌细胞还不用绝望，为什么？啊，还还有机会，他在观望是吧？因为这个主人呢还举棋不当，因为这个主人呢对新起点还不是那么啊、呃、乐衷于啊、呃、新起点是吧？还还有活头儿，所以这个旨意啊，癌细胞呢一接呢啊、呃、传达传达到癌细胞里边，因为接呢要对啊、呃、要对啊。呃 一指一做反应哈，不、啊、是，呃，尽管这个我们说喜欢过去喜欢的东西，现在呃不来了，但是还有希望，再等一等，再等一等看看，呃，观望观望，啊，那么有朝一日他肯定还会怎么样，啊，回到过去的生活当中了。我们说喜欢的生活当中，所以癌细胞就做一个作战计划，下一次检查的时候啊，我们都怎么样？啊，我们变得什么？变得好了，氧窗是好细胞。 啊！然后我藏起来，啊，还这样不情愿的搞这个 new start，啊，皱着眉头，啊，这六个月，六个月以后，三个月，六个月以后，然后去拍个片子吧，啊，癌细胞已经都藏起来了，是吧？然后医生说，哇，哦，怎么病好的？患者说。呵 啊，n e t a 他 t 啊，我做的没没错是吧？又被骗了是吧？又被骗了。啊，那癌症小差一碟是吧？那么适可而止，那病也会好的。然后开始怎么样？啊，现在好了啊，哎，跃跃欲试，辣椒酱来点吧。 再来点儿，啊，一点一点怎么样？啊，肉也一点两点，啊，酒也一杯两杯，慢慢慢，一年以后怎么样？重新重蹈覆辙，是吧？癌细胞这隐蔽起来的癌细胞，你看，你看，终于终于又来了，我们的时代又来了，是吧？稍微慢慢慢慢又长出来，呃，六个月以后长出来以后呢？ 哎呦，这身体感觉不对劲，哎哎，咳嗽又来了，然后到医院一拍片，你看，已经扩散了，啊，这种情形时而发生，所以我们内心呢，这种意念呢，要要真的为善是图是吧？所以这癌细胞在体内想是说啊，我们在他身体里边再没有活路了，你要让癌细胞绝望啊！ 为了让癌细胞绝望，你就要让你就要那、呃、把持真善美的啊、呃、念头是吧？啊，新起点 New Star t 就是这样的，是的的确确的啊！你们要铁一颗，横下一颗心来啊！不要左顾右盼。今天中午我们也要进行。 面谈是吧？啊，那么我已经在医院预约好了。这样的提问不要再问了啊！不要再问了啊！我我今天早上已经被人问过了，是吧？啊，因为我没有给大家讲这个道理，所以啊，新起点的道路是千真万确的。最重要的是生命的气息，对真善美的呃事物做。 反应，然后啊，生命有活头，大家要发现活路啊，会发生什么？会发生发生惊奇的事情在你们身体里边，在你们人生里边。